你是咩啦？开五百楼啊，来五百块。冰棍啊，五百块啊，来五百，上面去啊。来，我要吃冰泉的无？五百，切切的就好啊，啊，免煮啊，免啥生活计个。五百够买来无？大家过来九分啊！免煮方便，咱靠腰。你老爱饮酒的人啊，切两只就饮到病。来，超市过来。我来考虑啊，久。我等下走啊。五百够买来无？冰棍啊。哦，这些阿姨，这些。阿姐，我跟你讲。您无买的人客，或许不是您无爱食，您感觉伤济，你有可能要甲一寡钱开入去想要下的物件。我来讲，这项物件一定是你其中一项，你食看嘛，你廿三块拢去试食看嘛，三百了，你都五百。来，来五百一个，三百一个。你食看嘛，足甜的。三百一个。好，三百块钱，我来一桌。等我一下。来五百一个。三百一个。啊，这三百块我一分，三百块会再收无？再收一份。来，我发一份来 ，OK。最后这边剩一百个啊。好。剩五百。五百到顶。这两块哦。啊，那最后这两块两百。到顶。这五百哦。来，多少只？小百啊。差不多。是。来，这边五百没招一下。鲑鱼，你要大条做着拢有。大条可以啊，鲑鱼。你要几箱？收偌济？一箱17,200，太紧了，一箱就是啊，顶起去啦。我系这种变的。来，鲑鱼1,500好不好？1,500好不好？智利鲑，你几根你莫想梦想啦，第一你要怎三第？第一你要怎你买着什么鲑鱼？哦，这什么鲑鱼？这是智利鲑鱼。第一你要怎讲你包冰买着偌大？几根无重要，这大条智利鲑真的无鱼退市，爱食啊1,500，1,500上面就是。鲑鱼有人要吃无？1,500。我招三个人去搞买鲑鱼，你菜市啊问看卖足贵的，这条够1,000，这条够1,500块要吃鲑鱼的无？新平店全家拢无啊，这条过来，我一条买2,000，你菜市啊再看卖。牛的上少一条300块，黑加死的一条400块。我跟你讲，我最后搁招一个客气佬啊，这条我来感谢阿姊的支持，这条够哩。我一条俾你拍对看俩，1,500咯。小姐，1,500块要吃鲑鱼无？一千五卖2,000。啊，你要收我无？收钱？要收我无？好啦，我用箱子。有啊，有啊，好，规个手拢油啊！来，今日时间你爸妈叫我去上水啊！你车伫倒啊？我来客过。没有关系，我要再买。哦，伊要搁买啊？请我。来，你唔好买过500了，好啊，500块。有人要小车停个无？500好，请我坐下收个。有人要500个无？你阿搞啊？有得无啊？500拢有啊！吼，来，起来不要紧个，来，上面就起来500哦。起来上面就500块，虾子500。起来上面500。哎，我发上面写，我发这个你我发，这个这个啥的，这个来我发上面写虾子，来我不，哎呀，过两面我发，龙五啊嘛，搞两面沙发，沙发两面写我哎呀，那个钱上面找不着的，套住了，套住了就我发了，阿伯来套住不？现在大尾哦，一尾我发，阿伯尾不？三尾哩，一尾够哩，四尾，一尾够哩，五尾我发了，你咪龙江哩。来五百块，要吃套餐要500。这套餐你上爱买个，真个啊！这套餐上便宜啊！套餐五百块要来无？干人要买300啊？套餐。啊，我去。这我恁改变了，我老来好。啊，上面吃黄金鲤鱼。哪只品？我来讲，你啊，真正你真正来啊！你做几箱啦？两箱啊。做一盖啦。哦，做一盖来了。我讲上面就看。啊。这只蒜鱼是铁板烧的用，铁板烧你知无？听好哦，这当然你用，啊，你喜欢是啥？这种黄龙手你拢看，黄金鲤鱼，这就是人讲这只蒜鱼，你创啊？你搞全台湾的铁板烧，这餐厅一只蒜鱼铁板烧180块一只啊，啊，还冲啊？百八加百八偌济？三六，还佫加百八嘞？我五百几块吼，我跟你讲吼，今仔你也要食，来加一个冰条，加一个冰好无？今仔你要食这个细只的蒜鱼，我要让你开钱加对半，省点钱来沙发好无？来沙发怎么样？300块上面写沙发，来沙发，沙发哪里写了？沙发，就是你搞一箱上贵的对吧？那个加干杯一箱，沙发哪里写了？沙发，来收着你啊。一个我无卖啦。我小姐。一个卖你看，一个不能卖你，就无我看你哦。咱卖咱就是为了抢人，啊，俗个恁只。来，一个收着。
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，再做十个人家嘛，大家。然后到多少楼啊？刚回去到处，好去送去。今仔日你若加给三百块外人家，这两招我要送你。三百块。两位啊，小姐。三百块，这八斤只有够甜，有够油，这你一定爱买啦。这个冬阴节了，囡仔食上好食，营养够好，三百上面就来三百。小姐。嗯。什么？哎，对。来沙发上面写沙发，上回炸炸鸡两小鸟啊！哎，搞这两小鸟。几下子啊？来，我收两下呀。我小姐。我来讲，你今日加提沙发好话，人陪我做做啥？你卖想我济哦，这细只帅哩不少。来三下呀！这小只的学历莫看人不少。沙发够要来无？来四个。这两斤啊啦，五个。来两沙发片就好，这些。来五个啊。收两个。今麦七个啊，听好无？今仔日这两斤的蒜泥，我卖你三百块，一斤蒜泥剩百块。你若敢给三百块，我的人家一包三秘书免钱，免钱哦。一包干贝麻油鸡，内底干贝若无只蒜了七八了退钱哦。内底鸡肉鸡腿肉若无十几块退钱哦。一包三百八十免钱，感谢今仔只量啊，是是。三百一包三百。小哥，最后一个无。最后一个三百块，上面就来三百。上来你几个？最后再坐个三百，你唔好阁想落来哦，这无你安尼坐哦。来了。最后再坐个三百，上面坐个三百。我两斤蒜，你卖你三百，这两斤你又买袂着啊，真正啦。我一个人家，我要阁收一个钱，三百好吗？喂。嗯，嗯，够咩啦？三百有人要吃吗？好。我再阁坐一个人家，老买无三百，拢一百多。过来，过来，一杯三分啊！一杯三分。一杯三分啊！阿妈，哦，你的门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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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莫看嘞，我拿几毛钱咯？一箱四百八尔，买三个，你敢看？啊，老妹妹半箱的无？来，我讲，你无买一箱，无买半箱拢无紧。这个大姐，我讲买一箱，伊可能食到惊着啊。你买五百箱，当试食好嘛？好食，你想要买一箱，一百楼。来这边嘛。来两位。一百块。三。五。三五啊。三五。好，来三五啊。好，等我一下，没关系。一百块你比上。来下。无啊，拍成真正无啊。有。有啊，来下。谢谢咱家要点啥？准备收呀！对的。咱家要点啥？到要点哪几款？到要点料啊？我这边我袂开收的哈。意大利。意大利面咯，来，以前用一个沙茶牛肉，铁路排骨存了一包起来的。啊，这个后边备啥嘞？我头一张。来。来。备啥嘞？我那边在古巴哦。五包有人要吃的无？来，都无收的哦。啥物啊？青鱼啊，青鱼对无？有人要吃沙茶牛肉的无？这一五包出两个哦，这无我差一包鱼啊，我两包差五包。我来讲，你若买着我五包，你回不去啊！我差一硬菜，差一大肠，我差一洋葱拢都好吃。两包免五包、四包、三包，啥物吃？沙茶牛肉，一包要十二来，三百块啥物吃？有人要吃五包无？那我加一包你。三包四包。外百差一百，对两百四百八百，唔免唔免食三百了咯，三百。一块。多大？大点子。来，差钱加几包？一包要十二，五包好哩。我一包五包，拢是不是卖你六十块？大点子哦。我最后再招一个提钱，你若敢提钱，一包多哩，六包好哩。来，边只两个？两个。我买两个啊。来，谢谢。三包了，一包五包五十块。哎，我八九包弄完弄。来，提钱。来，七块哦。四包五包了，三包够了。该哎，我快结了，对吗？来，三包够，要吃五包不？牛肉三百，还有要吃吗？五包，拢有啊吗？哎，我来讲吼，这五包你无买，你买三包，拢会超过吗？啊，不是，工资啊，对不对？百五楼小家里面百五起价，一百五。来，差货嘛，三包百五起价，好吗？无只起来用我。来，边好啊？百五块呀，差货嘛，这五包拢是不是我袂买好少啊？我的可能喜欢不真正啦，做好食牛肉，做落来炒者硬在上下面啦。阿弟，帮我食好无？我这边就稳啦。你有法控制钱啦？我边咧，过来无？这边咧，我这边一百八，拢无，我剩四百，拢我一百八，真正无。谢谢。
大家，来，机会叫你啊，叫你啊，做几个。